演员具惠善近日指控老公安宰贤外遇，男方沉默四天出面回应，并坚决否认做出对婚姻不忠之事。没想到安宰贤才刚发完文章，自曝患有抑郁症，具惠善就紧接着发文：“我先得忧郁症，那间病院是我介绍他去的。”至于他所说安宰贤酒醉状态与多名女生联络，他文内写着：“是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到的。”文中具惠善还曝被安宰贤嫌弃身材不够性感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